来，那就让他们一人50块吧，我来换零钱。对，50块，我一个人要讲两个。这个卡很久。不要，好难。今天疯狂，大力，甩手。没了。一米多。夹错，济州岛的海苔烧。然后这是拼图哦。哇，然后要继续吸，然后吸脚。哎哦哦哦，哎呀哎呀，错。哦，他摔很用力，他摔的好快哦。他再用力一点会被全部掉。要没？你要试吗？没关系，我出一个，剩下就交给你们了。我两个喽，我还有10块哦。然后这是拼图，我看能不能再出一个，等下就拍下一集了。我要再加一个，我要加啊！我给你再挑战一次哦，好好加油。输了。这个啊，他前面那个已经有被推出来了，所以我想一次而已，所以他真的超出来了。好像夹错了。输了，要打一个吗？那就夹一样的，夹一样的地方。确定？对。能吗？不能。歪了，歪了，歪了。不能。三样了。哈哈哈。还是便当盒。便当盒。等一下。哇，布洛米的便当盒哎。对，好。哇，它好慢。哎呦，差一点啊！我如果刚是这拍出来的话，就出来了。好，换台。夹这个可乐盒，你的可乐会成功吗？是要脱瓶盖还是要怎么样？哦，夹怎么拉出来？在那里，我也不知道。先夹他身体啊！我没夹，他没有抓住。我剩最后一次啊，各位兄弟们，夹他的屁股呢？输了。有了有了，哇！哦，下了。谁没了？四样。胖胖，求你了，胖胖。胖胖说他，我也来一个可乐。鞋子都不要。挑战成功！胖胖的最后一夹啊，没了！耶！加油！加油！挑战成功！加油！这是妹妹爱喝的水果茶。这个是要对准，秒这么快？走了，秒数好快哦！歪了！来，奖金挑战赛200块，成功夹到5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再加码100块，只要夹到3样，就可以再获得100块。好，每个人20，然后剩下20，再看谁夹到3，他要把我摆回去了，好像有点前进哎，完了抓到他了，要这一次吗？不要，他们要挑战拼图。不行，哎呀，不要。哦，我再试啊，应该是可以吃的。又排回去了，我来吧。没有，我要可乐。这点关盲，我们把它的化掉是吗？对。那应该没关系啊，加错瓶了。那就没了，我把那个夹出来。好，
哇，旋转爪哦，厉害哦！要再一次吗？哦，这感觉上抓后面就会掉下来嘞，就不要抓它。好，八号哥哥要出击，我要推它。最近新练的，你夹到就没了，夹到就有可能。哦！我的想法是，砰！说不定一次中两个，还应该很哦，这很甩，很甩，甩不起来，不会不会。耶！游戏结束。这个呢，就是在宜兰东山的棉花糖亲子乐园，我们大概是花了300块，假这么多。好，那有机会经过这里试试手气喽。最后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